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2023年8月22日星期二，就美国西岸时间啦。咁啊，朝早10:30左右。咁咧，今日就要講一講呢個日本仔咧放呢個核污染水嘅事情 ，OK？ 咁啊都睇咗好多視頻啦，咁啊工聯會咧就最積極啦，阿永恩啊佢哋同埋啲工聯會嗰啲同事啊，啲黨友就咧去美國去日本領事館嗰度就去嘈佢啊，舉標語 ，OK？遞信各樣啊，應該都冇用噶啦。佢啊一意孤行，因為咧呢個美國契哥咧就撐佢。OK， 咁啊歐洲嗰啲西人咧又岌頭，係嘛？就係中國反對得最大聲嘅啫。依家係中國反對得最大聲，係嘛？韓國呢啲咁嘅契弟咧，都係唔出聲，係嘛？自己啲慰安婦咧，俾人搞咧，佢都話冇問題，啊？呢個韓國尹石月係嘛？咁佢南韓呢啲嘅總統咧，個個落台都係有事噶啦。咁余竹啊、尹石月都有事 ，OK， 都有事啊。咁就嗱，點解整呢條咁嘅雙頭嘅恐龍咧？雙頭龍咧，就係當你嗰啲咁嘅核輻射嘅核輻射咧，就會令啲生物啊，動植物都好啦。嗱，睇下兩棵嘢咧，敷咗我專登。搵两棵枯嘢嚟，搵一条双头龙 ，OK， 佢就会令啲生物咧变异啊，变异。咁咧就以前讲到啦，轰完之后咧，咁好多人就事后咧，即系生还嗰啲咧，有败血病啦，败血病即系嗰啲爆血球嘅過多應該就係血癌啦，叫做係嘛？好多咁，然後咧就如果有生育咧，就生 K 胎，生啲 K 胎，啲動物咧又生啲 K 型嘅 ，OK K 型嘅動物生出嚟，咁就啲樹咧，啲植物啊，植物亦都變啊，超大超細啊，兩粒啊，係嘛？兩粒就變三粒啊！好似你哋咁，兩粒就走埋一粒啊，咁樣係嘛？咁就會衍生呢啲咁嘅物體。咁佢就8月24日日本時間 ，OK， 日本時間8月24日星期四咧就會嚟放噶啦。放就由佢嗰個福島嗰度咧，新條管就話有1里左右咧。就又喺嗰度就噴出去大海，咁咧就大家都冇事嘅，全世界都係嘛，全世界都冇問題。OK， 佢咁講係嘛？美國契哥就話 OK 冇問題，歐洲西人就話冇事嘅。OK 啊，咁咧有啲人就攞去又嚟同中國啲核電廠嗰啲嚟比較。OK。或者世界各地其他核電廠比較，個個都排污水噶啦，係嘛？都係噴去大海噶啦，係嘛？但係要搞清楚啊，其實視頻周圍電視啊、新聞啊，有啲專題都有講噶啦，其實係嘛？網上都好多人講噶啦。其實呢個福島嗰啲核污水咧，同平時核子廠嗰啲電發電廠嗰啲水咧，
嗰啲污水咧係有分別嘅，係有分別嘅。平時啲核電廠邊度都好啊，中國又好，法國又好，或者其他國家都好，係嘛？甚至美國嗰啲廢水咧，其實係降温嘅，攞嚟降温係嘛？降温然後咧就都可能有污染啦，咁然就會將佢咧就係、清理過嘅，清理過然後先排出大海，就係咁樣係嘛？基本就唔會話太過多嗰啲核廢料嗰啲嘢接觸到，基本就唔會。OK， 福島嗰度係點咧？福島嗰次係有個地震啊，3.幾級啦，一震震到佢個核反應堆咧就熄唔到，係咁燒，燒到咧就爆炸，損毀咗啲嘢，損毀咗啲嘢之後咧，佢仲喺度燒嘅喎，佢唔停得嘅喎，咁咪一路吸攞啲水咧就冚佢。冚到即係降温啦，都係咪先？咁其實已經嗰啲水好多就直接掂到啲核嘅啦，嗰啲有元素咧直接掂到嘅。咁然後就再將佢咧，都當然佢都會將佢淨化啦，淨化就攞啲桶就入起 ，OK， 咁就不停咁樣做。咁而家因為咁樣不停做咧，就啲桶多到你都差唔多冇位冇地方擺啦，就話已經。咁就要解決佢，要解決佢，因為咁無了期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佢就解決，就諗咗呢個方法出嚟，就排出大海最穩陣。啊，佢哋認為啊，即係將淨化曬之後啊，跟住遠一遠咁樣一里外就噴，咁咧就OK 嘅咁樣 ，OK。其實當然我哋又唔係科學家 ，O 唔 OK？ 我哋係唔知嘅，亦都唔係核子專家。是吧，可能是 OK 的，但是你心理上就不 OK 了，是吧？你这样噴出去，那些鱼啊、些生物啊吃了，吃了我们捞了，捞了就我们吃，那掂不掂先，行不行 OK 先，是吧？心理上就不 OK，OK？ 那我就不会吃任何的了，包括海鲜啊，它就算啲农产品，日本仔的啲农产品啊，甚至乎係零食啊！我唔掂噶啦，而家所有日本仔嗰啲嘢啊，唔掂噶啦，係嘛？甚至乎有啲電器啊，各樣日本做我都驚驚地啊，唔知會唔會黐到啲輻射嘢 ？OK， 係嘛？日本嘢盡量唔掂噶啦。咁佢今次呢個劣行咧，佢自己啲國民啊，日本啲老百姓咧都反對嘅，尤其是嗰啲漁民係嘛？直接影響㗎啦，肯定。你放出來，邊個仲夠膽去買你啲海產啊？係嘛？我當你冇嘢，我都驚啊嘛，心理上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攞啲屎水淨化曬，跟住變到清一清，冇味嘅，無色無臭，飲得嘅。你睇住佢整，你飲唔飲 ？OK？ 你睇住佢整啊，飲唔飲啊？或者知道佢咁樣整啊，你飲唔飲啊？係嘛？有得揀就唔飲啦。冇得揀就焗住飲啦，係嘛？好似啲太空人咁啊，焗住飲啦，係咪？有得揀你唔會飲佢啦 ，OK？ 係嘛？咁而家佢咁樣做咧，好似以前啊，江主席啊，話薄熙來貪污啊，超越咗人類接觸嘅底線啦，已經係嘛？超越了人類能夠接受的底線了已經 ，OK， 呢啲係冇辦法接可以接受噶嘛，係嘛？使乜急到咁？大家再諗下有冇仲有其他方法，係嘛？除了實際上、心理上都要係妥當先得噶嘛，係嘛？你而家咁樣做就好似咧嗱，你當日俾人用核彈炸咗啊，好慘嘅。而家我就噴啲核出嚟，大家都試下，大家一齊享受呢個痛苦 ，OK？ 好似《伊索寓言》咁有隻狐狸啊嘛，去樹林俾啲暴獸嘢夾咗條尾啊，翻啲狐狸群就話：喂，冇尾先靚啊！大家夾埋夾咗條尾佢啦咁樣
係嘛？有冇人採佢啊？啊冇啦，黃狐狸咁狡猾，梗係唔會採佢啦，係嘛？佢就咁嘅心態，日本仔係嘛？佢滅絕人性嘅嘢，當然係歷史上有記載啦，南京大屠殺係嘛？殺咗我哋啲同胞都超過300,000或以上 ，OK？ 東北三省啊，人體試驗細菌，活人嚟嘅喎，活生生係嘛？整啲毒氣啊，整啲細菌啊，逐個逐樣去試，攞人嚟試係嘛？731黑太陽部隊 ，OK？ 呢次咧就第三次滅絕人性嘅 ，OK？全球散發核輻射，啊！試驗睇下對人體有冇損害，對全世界啊各個民族啊有冇損害啊？做呢個實驗啊，同埋咧一舉兩得，可以等大家一齊享受福島核爆之後佢哋嘅好慘嘅佢哋，係嘛？你唔做咁多傷天害理嘅嘢，點會引咗呢個原子彈嚟炸你咧？係咪？希望到時有奇蹟出現啦，截咗佢啦，唔好俾佢噴住啦。8月24號 ，OK， 好，下次再傾。